你说，我就跟你说两句话。没错，就是因为他。听见没有？这小子现在跟我叫板，等于是，啊，这等于直接对我喊话。你知道他干嘛的吗？啊，第一厅，第一姐，靠谱吗？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我怎么没好到哪儿去啊？我跟他一样吗？我至少有我自己的事业，我至少可以给。 给他一个温暖的家。你房子都抵押了，怎么温暖？哎呀，我跟你说不明白，有水吗？给我倒一杯。没有。那么饮水机吗？怎么没有呢？自己倒。忘了告诉你，饮水机坏了，只有热水，没有冷水。我现在跟他说什么呀？该说什么说什么。哎，那到底该说什么呀？坐下。啊。 哎，方家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什么呀？没看我爸在上面。看见了，我就说给他听呢。走哪儿去啊我？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把话说清楚的。你说什么你？ 方家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家以后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没关系了，请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而且我现在有朋友了，你。你好，我是他的新朋友。嗯，等会儿，你先把话说清楚喽。你是他新朋友啊，还是新男朋友啊？发生你没事吧你？ 你是不是脑子有泡啊？有，我现在浑身都是泡，你没看出来吗？你有泡，那我这发什么疯啊？苏菲，苏菲，苏菲，可以啊，亚亚，进个外企名字都改了，是吗？哎，我问你，那人你是不是认识啊？啊，熟吗？谁？方家，你怎么就不明白？我跟你说不清楚是不是？亚亚。 是我们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，这事儿跟你爸没关系，你能明白吗？不是，他是我爸，怎么能没关系呢？不是，你今天是脑子不够用还是怎么着啊？对，他现在就是我男朋友，我爸他就喜欢这样的，怎么着了吧？你这没事吧你？这真的，就算他是你男朋友，就算他是你爸喜欢的那款男朋友，你喜欢吗？ 啊，你喜欢吗？我喜欢，聊不明白，散会。我看出来了，你跟你爸都觉得我是一个烂人，是吗？你们都觉得我做这一切
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是吗？你真愿意嫁这种人是吗，瑶瑶？只要她愿意嫁给我，我立马就娶她。 做领导的啊，一定要调查了解清楚情况以后再做决定。我怎么处理员工用不着你教我。是是是，不用我教你，实际上我是想跟你说，那个索菲亚不错，真的。那个我跟他没什么特殊关系，我一直想向你解释，就那天晚上，实际上是我喝点酒，我跟他开玩笑的，我没那么熟，真的。哎，怎么了？他要跟你说，昆达打电话找你，他好像生气。啊？他不会把我开了吧？ 还要告诉你啊，闺女她志愿不是应，你得主动跟她承认错误。那我怎么能说呀？我告诉你，你肯定会被开除。他刚刚找了这份工作，是不是？他这个还有2个月实习期呢，是不是？你最起码让他实习完了再观察观察，别这样啊！这么冲动不合适。你对他挺了解呀？啊，不了解，真不了解。我就是觉得吧，他很用心。没有，不用心。 我的戒指，你是不是送给他了？谢总，今天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好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给您和公司造成了麻烦，但是。 这是我从我毕业之后的最好的一份工作，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珍惜。我觉得我们公司特别好，公司的氛围也好，老板人也好，我在这可以学到特别特别多的东西，真的。我真的特别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那我一定加倍努力。但如果您要是不肯原谅我的话，那我不麻烦您了。 我主动辞职，您看我东西都打好了。会原谅，会原谅。公司也需要年轻人，需要朝气啊！是我对员工还是你的员工？你的员工。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听见没，好好干啊！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你清楚。你还年轻，不要被某些中年大叔所迷惑。岁数大的都当上父亲了，看起来好像挺有钱，其实公司快垮了，房子也抵押了。 你们什么碟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谢总，金董来了，请您去会议室。金董来了。啊！真的被辞了。
不管用啊！哎，你笑什么呀？我猜不出来，你快说，你走。哎呦，你真是太了解 Queen 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方法超级管用，我把那消炎石递上去，它瞬间就被我秒杀了。你怎么这么淘气呢？哎，怎么答谢我啊？行行行，我请你吃饭，一定重谢，一定重谢啊！我先，恭喜他。 这世上有那么多人等你找，为什么却偏偏要闯入我的小岛？你知道我不稀罕你来关照，看来你根本不懂什么叫不需要。可是坏人总多，你弄个拍板技巧，你这来到让一切都改变掉，又觉得谈个恋爱又苦，麻烦计较，怎样才好？不知道谁救救我，拜托。 想弄了，哎，想弄了！小诺，你想，为什么却偏偏要闯入我的小岛？你知道我不稀罕你来关照，看来你根本不懂什么叫不需要。可是坏人通通你弄个拍板技巧，你的来到让一切都改变掉。你觉得谈个恋爱又苦，麻烦计较，怎样才好？不知道啊，谁救救我，拜托！ 谢奥诺去开会，见到你们那个金董，韩国人，思密达，我也没客气，把我的理念使劲的说了一遍。你没看着当时那情景，真的，完全被我给震撼了。估计翻译的也挺到位，里面金董。 听的，心服口服，从表情上就能看出来。还有谢小诺，那听的也是心悦诚服。还有一事儿，那个龚思祥李爷怎么样？你这刚上门，我觉得眼光还不错，至少比方家强。真的？方子比较怎么回事？我在跟你说方家的事儿呢，听着。 小李至少文质彬彬，方家什么样的事儿？而且今天拿一话筒，问你房子抵押是怎么回事？听我说，拿一话筒到你们公司去喊去，他不会考虑你的影响吗？啊！我问你房子抵押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我在跟你说方家的事儿。小李至少很踏实，知道吗？有一份工作啊！这还是我的家，还是妈妈的家？你把我们房子抵押了，那我们住哪儿啊？你那小孩操这么多心干嘛？还有你没地方住吗？ 有你老爸在，就不会让你流浪街头。你放心，这就是你老爸的责任心，方家行吗？
啊，他有我这个劲儿吗？他要有我这个劲儿就好了。我跟你说，整天游手好闲啊，一无所有。不是，大夫说，不是你能不用你那弱智的方法来逃避问题吗？我怎么弱智了？你四十多岁，你以为你还是孩子？你以为我还是孩子吗？我在问你，你为什么把我们的房子抵押出去？那么公司需要吗？这不也是为了我的理想和事业吗？你不要再拿你的理想来说事情，来满足你那长不大的儿童心理，行吗？不是你有什么事业呀？你天天设计那些东西，你当真你是国际设计师啊？不都卖出去了吗？你现在把房子抵押出去，你还有什么呀？你一无所有。那你一无所有，你为什么说方家一无所有？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他在一起啊？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是你爸。你现在想起来说，你是我带丫丫的爸爸了是吗？那你在酒吧里泡妞，你跟人家美女聊天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起来你是我带丫丫的爸爸呢？你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你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你负过责吗？你有个当爸爸的样子吗？要是我妈，我也会得抑郁症的。心里会好受的。没什么要说的，说了你也不见得爱听。爱听爱听，我爱听啊！来，今天我就好好听。来，你觉得亚亚那孩子怎么样？是好孩子吗？亚亚觉得是好孩子，多乖呀！是乖。他刚到我身边的时候几岁，你知道吗？8岁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外婆领着他，他躲在外婆身后，外婆让他叫爸爸，认生，那后来还是叫完就又躲回去，就看着我。当时我那心情，我觉得我对不起他妈。我这孩子，就这辈子，我就一定要对这孩子好，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，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。我知道了，陪着他，我什么都不干，就陪着他，陪着他长大。那孩子第一次。来例假的时候，躲在厕所里哭，我就跑那超市里面去，把所有的卫生棉给他买回来。然后怎么办呢？顺着那厕所的窗户，一包一包的给扔进去。高中的时候，有那小痞子、小流氓骚扰他，我真不客气，我冲上去就三个大耳刮子。牙差点把你打掉。从那时候起，你的手就特别崇拜你。崇拜不崇拜不知道，反正他从那以后就跟我很熟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就喜欢做玩具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雅雅。那时候我们刚搬家，边上全都是楼房，谁也不认识。那孩子没有小伙伴。我就陪着他，给他做玩具，陪他玩儿。他很喜欢我给他做的玩具。我给他做过一个小兔子，天天抱着，睡觉都抱着，还跟他说话呢，啊。
睡前必须得亲亲他。小时候写过一篇作文，叫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》，他写的是谁知道吗？写的谁呀？是我，我爸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，他是一个玩具家。那跟画家、作家、雕塑家一个级别，是艺术家，大艺术家。这就是小时候我在亚亚心里面的形象。现在呢，狗屁，什么艺术家，什么都不是，就为了一个这个低级，还艺术家，我现在爸爸都不是。他觉得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也觉得我什么都不是。真的，老猫，我活到今天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怀疑过我自己。你说我是什么？公司没了，房子没了，现在连女儿都没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的人生就是这一坨屎，而且还不是新鲜的，是一坨干屎。抱歉，美女，我请你喝酒。顽皮。这第一个就是他，对对对，挺合适的，跟你妈。那网上的东西都是骗人的，能把鲜花说成牛粪，牛粪说成鲜花，能信吗？哎呦，这个你放心，我让刘谢多多在那个实名制的婚恋网上一个一个的排查，没问题的。就这些啊？您让多多查的？对呀，怎么了？您怎么想的呀？我，妈，我刚跟好人分手。我现在不想交男朋友。哎呀，为什么呀？小诺，你坐下，你坐下，妈妈要给你做工作。你看啊，你跟好人呐，和和分分，分分合合，多少次了？最后还是不行，走不到一块儿去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们两个不合适。那既然不合适，干什么非得走一块儿去啊？我跟你说，小诺，鞋是大是小，脚最知道了。你呀，就得多试几双，然后哪个舒服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妈，现在不是这个问题，现在的问题是我满脚都是水泡，我什么鞋都不合适。哎呦，有水泡了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呀妈，你干什么呀？我，哎呀，我就是不想穿鞋，你知道吗？我光脚舒服，我就是光脚，我舒服，您明白了吗？哎呦，小诺，妈跟你说呀，你这脚要真的是起了泡，你拿针把它给挑了，把那水给放出来，慢慢慢慢，它那泡啊就没了，没了，慢慢干松了，你脚舒服了。小诺，
你信妈的，妈说的一点都没错。你看，就这第一个搞水利的，他非常非常的好。我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妈，你让我很累，你知不知道？为什么呀？我真的很累。只要你开口，我就觉得累，因为我知道我每天都在说同样的话。妈，你知道吗？你让我看见了一片沙漠。我回去睡觉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生你的时候难产，我容易吗？我容易吗？我知道你们烦我，我说什么你们也不听。可是我呢，你爸爸死得早，这家子不全弄到我身上啊？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怎么办？女人一个人呐，多不容易呀，苦啊，只有我心里知道。我想告诉你们，你们谁听啊？啊？你们不懂，你们什么都不懂。别这样，别哭了，行吗？我错了，妈。我去，您让我去，我就去，行吗？真去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把那些人安排在一个下午，我分时段集中检查，行吗？为什么呀？妈，我工作忙，真的，我实在抽不出来那么多时间。而且这样有好处，我们面试都这样，这样速度快，有效率，还比较有选择，优秀人才才能脱颖而出嘛。行吧，小诺，我今天特纳闷儿，你怎么这么快就从了咱妈呢？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只要咱妈一说出那句台词，我生你的时候难产，我就拿他没辙。哎，你这个东西也不贴脸上，有用吗？这个你放心，这是我们美容院最新的嫩肤技术，效果那是相当好的。是吗？还挺洋气的。瞧瞧你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懂，难怪你嫁不出去。我就奇怪了，这结婚是顺其自然的事儿吗？你们干嘛天天逼我呀？你知道吗？今年男女出生比例是117:100，这什么概念？这就说明到2020年，有3000万的男人成为光棍儿，3000万呢？去哪儿找不着人呢？切，20年后的事儿还轮得到你操心？没听说吗？40岁的男人可以找20岁的女人，那40岁的女人呢？大叔都难找。老话说的对呀，男人40一枝花。你看你大姐夫没？那太有市场了，简直。你知道他手底下人都怎么叫的吗？怎么叫啊？妹妹多。哎，对对对，好的好的，一定要搞好啊！电动车轮是我这次点睛之笔。哎呀，你们的质量搞上去，我的尾款就 OK 了。尾款一 OK， 你们的奖金也就 OK 了啊！轻拿轻放啊，轻拿轻放。哎，哎，再往上往上往上一点，往上往上。哎，靠左靠左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哎，神神。你怎么会来啊？我过来参观参观嘛。看来刘总的生意做得挺不错的呀。哪里呀，一般般吧。哎呀，这里边蛮脏的，来，我们出去聊好吧。啊，好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来来来来来。谢老
三终于像个女人了。我本来也是女人，有必要这样吗？当然有必要了，既然要开始，那就也有开始的样。哎呀，大美女驾到，有何指示？我哪敢有什么指示啊，这是给你的房租。哎呦，这个不急嘛，你看早交也是交，迟交也是交，你这三室一厅一个月才要我1000块钱，你要是这都不要，我就住得不安心了啊。拿着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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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了让你睡个安稳觉，这个我收下了啊。不对呀，你不跟我讲下个月要搬走不住的吗？对呀，那是下个月中下旬的事儿，那我上半个月还得住个10天8天的呢。哎呦，那我给你减半好了。哎哎，别了别了，咱俩呀这点钱就别推推搡搡的了，多没意思啊。我走了。不是，你忙你的。不是，珊珊，珊珊，吃个饭吧。喝点什么，美女？一杯冰水。来，给拿杯冰水。OK。嗯，哟，对面没大的，直接过去摇它就行了。哎呦，你忘了，你回来行吗？您的冰水怎么样？谁把我关那黑屋黑屋的？我们老板有病吧他？知道我喝醉了，你把我放在黑屋里，你不知道我害怕吗？那屋里一个窗户都没有，你想吓死我呀你？不是大爷，不是谁给你放在黑屋？谁敢呢？你自己进去的，自己愿意进去的。你进的时候可高兴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一点都没有恐惧症的感觉。我自己进去的。那可不。怎么？我看一下这个。我怎么跟他搂在一块儿自拍呢？我昨天晚上我真是一个人进那屋了吗？那你以为呢？笑什么玩意儿？这钱怎么回事啊？我钱包里就几百块钱，就这么多钱呢？我喝酒断片，我想不起来。笑什么？不是，我说你现在醒了啊，玛莎拉蒂，富婆，这还有大把现金，实际我也没想到，你怎么能堕落成这样？我堕落了？什么？我堕落成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拜托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？我
发现这酒吧里就没有正常人，大白天戴个墨镜，你不怕摔着？别瞎说，要都是正常人，你在这还能混吗？我倒杯水。不喝酒了，光喝水。喝什么酒啊？倒杯水，加块冰，我清醒一点，我看能不能把昨天晚上事想起来。谢小姐们，你好，托尼。现在这女人也真是的啊，这结婚像工作似的，这恋爱像面试，长得还挺正规。你别跟我说话。Excuse me， 欢迎光临 ，Coffee please。哎，你说那哥们能面试几分钟？谢小姐真是漂亮啊，皮肤特别好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像31岁的女人。我29。哦。5分钟。极限了。打扰一下，您的 coffee， 谢谢慢用。不像吗？就是本尊，那是我的工作照片，妈妈帮我传上去的。啊，谢小姐抽烟吗？不会。哦，那我也不抽了。你也知道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，家里都比较着急，没办法，都是逼着出来相亲的，各种见面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，都是在自欺欺人而已。谢小姐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合张影吗？我好回去跟我妈妈交差。好啊好啊，那个，那我也来一张。好。哎，谢小姐，可以把你的墨镜摘掉吗？这……你这么漂亮，还是摘掉吧。来。怎么你认识啊？这不是那天那个扔戒指那个，是他吗？他怎么变样了？他原先不是短发吗？怎么长发了？假发套吧，假发套。真美。你也是。我说的就是我自己。换这身行头还真挺好看，挺漂亮。哎，要不你也过去试试得了，那么好你又赚一笔。你边儿去，我觉得你也可以试试，试试另外一个。我哪是哪的另外一个？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我先走了。行不？鱼边儿去你。认识你很高兴。拜。这边儿您慢点啊，欢迎小子。你的胡子好性感呀，性感吗？很性感呀。我们一起合个影吧。合影来，好好，这儿，在这儿。Excuse me。别害怕，是我，是我。1、2、4，讨厌。长发不错。哎，老太，您怎么在这儿相亲了？我以为你到这儿来就只是工作呢。有病吧你？上来。这怎么有病呢？相亲也没什么，挺正常的呀。我看刚才那小伙子不错呀，怎么没相中啊？让人走了吗？怎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没什么意思啊，我觉得他比较阴柔，你比较阳刚，你们俩挺大的。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我阳刚怎么了？我想你怎么了？我愿意。是啊，那小伙子是挺不错的，
人家金融界的有车有房，能养活自个儿，不像有些人出卖肉体。出卖肉体？说谁呢？谁出卖肉体？这钱家是你的吧？怎么了？这里面钱挺多呀。哎，我说，干你们这行的赚钱挺容易的吧？什么叫干我们这我干哪行呢？这大白天的别胡说八道啊！不好意思，我的下个应聘者来了，请您横地儿。喂，对，我是，我已经到了。好。你说你上那儿捣什么？没事找事儿吗？给你。给你100块钱，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跟我说一下。200，我就想知道我怎么出卖肉体了呢？这样啊，你听我说，你先回家吧，因为你昨天一直就在这儿，今天这个点儿啊，是吧？你不回去，丫也不惦记你了。他才不会惦记我，不回去。不回去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看戏。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，分开就要离开，把我换回来。